我是赖佛，今天是107年9月11号，美术馆的频道是7:58。我在等待的是1684，经由西部干线号彰化的红斑马自强号，因为1200席，9辆一组，红斑马自强号在等待它的通过。有相片可完赞，很多都订不到，去帮航线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即将可以跟普悠马交会，1334的普马，只希望。看能不能交会。和相片可完成，很多都订了我们套，一起观看先。然后那个那边平常已经在响，可以来了。1684经由西部干线看我彰化的红斑马自强，在等待他的通过。和相片可完成，很多都订了我们套，一起观看先。再见，拜拜。来了红斑马，1684经由西部干线看我彰化的红斑马，在等待它通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很多都订阅我的频道，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就这样，拜拜。然后今日的女配角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来了红斑马，自强号，正在等待它的通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很多都订阅我的频道，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ENC1208 加上 ENC1207 9辆一组红斑马自强号，红斑马号今天的女配角已经通过美术馆路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把在很多都订阅我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